内关穴是手厥心泡经的主要穴位，位于小臂的内侧，在手腕关节上半寸。它的主要治疗是风湿性心脏病，或者休克急救穴位，心绞疼、心悸和呕吐，胸疼、胸闷、胃疼、腹疼、肌痉挛、偏头疼、加亢等。手三里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主要穴位，它位于小臂的上侧，在肘后轮的下两寸。它主要治疗的是这些臂疼、肩背炎和上肢麻木、各种溃疡、腹疼和腹泻及消化不良的疾病。下面大家看小臂的内关穴，在腕后轮的二寸处这个地方，对这个穴位呢进行一种表压，要是用手盖表压的这个一个疼，可以用这一个拇指的关节表压。表压发现疼，那就进行强行的刺激，这就是一种泻的手法。如果这个地方不疼，或者是心虚出虚汗这个类的，那就补，慢慢的去用拇指这个肚的去揉，也就是用拇指的宣穴对这个内关穴呢进行轻到重一点的按揉，这是补。那内关穴呢又可以打，用这个老公穴去打。也可以用这个拳头去击打，用拳头的这个拳握进行击打。这击打的感觉呢，有心脏病的疼痛，是一种酸沉疼的感觉，这个酸沉疼的感觉。